第四届国际中医药防癌抗癌科普大讲坛暨首届医患共同决策与交流在线论坛将于2020年8月中旬在线隆重举行。本次医患大会你不容错过的四个理由：一、全民参与的防癌科普讲坛。本次大会采取线上直播形式，无场地人员限制，真正做到全民参与。二、国内外中西医肿瘤大咖云集，大会邀请国内外肿瘤顶尖专家为患者及家属带来权威专业的肿瘤防治知识。三、一对一连线在线答疑，本次大会开通一对一在线答疑通道，为有切实需要的患者及家属答疑解惑，树立战胜癌魔的信心。四、防癌抗癌科普先行，5月、6月、7月大会预热期间，中西医肿瘤专家将针对患者或家属关心的问题开展线上云科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